兄弟姊妹，愿主赐恩，祝福你平安甲健康。早起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赞美俄罗主是咱的力量，真容易来俄罗主，当每一件事拢是好好平平安安无代志，但是可惜。无有一件事常常是好好的，因为咱的主耶稣已经甲咱讲了，在约翰十六章36-33节，在世上恁有苦难，但是恁会使放心，我已经赢过了世界。耶稣是主，伊关心着咱，伊要用第一好的礼物赏赐予咱，伊甲咱同在，当咱拄着困难、痛苦、病痛、失败的时阵，伊也依然甲咱同在，伊要予咱平安。所以呢，咱就要来俄罗感谢赞美咱的主，因为咱的俄罗主上帝呢，咱的心啊就充满了喜乐。咱知影大笔哦，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，伊的心啊，就像有上帝的心。伊对伊个写诗篇啊，真侪摆，伊讲起俄罗感谢上帝。对诗篇92篇第一节，大笔安尼款讲：俄罗感谢上帝，歌颂你之国的名，就是讲伊要俄罗上帝的名。过去诗篇63篇第三节，伊讲甚物呢？因为主你的手爱比生命搁较好，我的嘴要俄罗你。诗篇71篇第八节，你的俄罗，你的赞美，你的荣耀，专辑必满伫我的嘴内。哇！真感谢主。伊后来佫讲伫诗篇119篇164节，我因上帝的公义，一日七拜俄罗赞美上帝。你一日用偌济拜来俄罗上帝呢？咱知影耶稣医好10个泰国人。这10个泰国人登行去的时阵，只有一位倒转来，9位的泰国人未记得来感谢俄罗主，所以主就问这个倒转来的泰国人：，不是10位得到好吗？9位去倒落呢？9位去了，未晓倒转来俄罗主，这位会晓感恩，会晓感谢，会晓俄罗。赞美主，跪落去敬拜主。耶稣讲：你回去吧，你已经得救了。不但这个泰国人得到洁净，最要紧的得救了、公义了，成就上帝的儿女。其他的9位啊，虽然得到医好，但是未晓来俄罗感谢主，那唔通学习这9位泰国人的歹模样。兄弟姊妹，咱知影吼，保罗甲希拉这两位忠心的主的仆人啊，因为因传福音啊，所以现在呢，因受掠，放伫加罗内边。咱知影伫加罗啊，是真只苦惊的所在，真痛苦的所在。保罗甲希拉的身躯受了偌侪的伤，偌侪的痛苦。但是圣经甲咱讲呢，
因会晓俄罗敬拜上帝。圣经甲咱讲，迷失就是讲半迷啊。保罗甲希腊唱诗歌，俄罗上帝。圣经讲正凡人啊，所有的正人君的人，也听到因的俄罗。你看到无？意思讲，保罗甲希腊唱歌感谢上帝时阵啊，唔是细细声，大大声。所有的凡人听到了，后来信者就发生了。这个对忽然间震动，甚至加罗的所在的门拢开了。但是没有一个犯人啊跑走，这也是上帝的神迹。这个靠过加罗的人看见门拢开了，就真惊，拿起刀来要自杀。因为这个过加罗的人，伊知影，伊要对受真大的刑罚。但是呢，伊要自杀，无救了，无盼望了。但是保罗大声就讲：“无要伤害你家己，阮拢伫即车，阮拢无走。”这个国家路的就紧紧走来，跪伫保罗甲希腊的脚前面前，讲：“两位先生啊！”我当怎样做才通得到救呢？哇，这句诶，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我要做什么才通得救呢？不是做什么，不是宗教，不是人做好，咱才能得救。咱得救呢，是靠主耶稣的怜悯，靠主耶稣的恩典。因为伊去到十字架，为世人死伫十字架了，所以咱就要做什么？唔是做什么，就要来相信。咱来信，咱就得救。所以保罗甲这个啊各家路的人讲：，当信主耶稣，你甲你一家的人就必得救了。兄弟姊妹，这是咱的主的恩恩。你信主了，主恩甲你讲，你甲你家庭的人也要得救。但是你有做你的本分吗？你有甲你的子孙讲耶稣的道理吗？你有劝引人来做礼拜无？你有劝引人来信主无？你若无呢，你就要赶紧啊，劝你的家庭来信主。安尼款成全了咱的主的恩恩，信主耶稣，你甲你一家的人就得着救。这个国家路的呢，迄一暝啊，就带保罗甲希腊去的厝内，甲人洗，给人吃。后来保罗甲希腊讲道理。这个国家家路的家庭，全的家庭的人，拢信主也洗洗礼了，感谢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知影吼，这个俄罗啊，就是讲起咱的信心啊，表示咱有信心对上帝。咱若有信心对上帝呢，真贵真容易，咱会使讲俄罗主，感谢主。咱若无信心对上帝呢，咱嘴啊，叹点点点，袂讲俄罗斯，袂讲哈利路亚。兄弟姊妹，我会记得哦，牧师真侪真侪年伫加罗讲道理，有一个歹镜头啊，哇，伊是最真正歹的人啊。后来伊信主了呢。出来了的时阵呢，变个真做无相的人，后来就做淡薄小生意，啊，三个查某囝现在拢做律师了，
对歹囝头做传道人，上帝祝福伊个家庭，伊个厝内电话，你若敲电话伊呢，伊无讲甲你讲 hello， 伊讲啥物呢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阿罗主，哇，这是真好个见证，因为伊知影歹囝头，主祝福伊，祝福伊个家庭，所以个嘴啊充满了阿罗感谢主。所以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会晓感谢主。圣经也跟我们说，希伯来书十六章第六节，人如果没有信，就不可能让上帝欢喜。因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就必信，必相信有上帝，也信迄跩上帝少数那困求伊的人平安祝福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主加添咱的信心，予咱会晓时时刻刻来阿罗上帝。诗篇一百五十篇第六节，也是代笔写的，即句话你得要记得清楚。伊讲啥物？只有开的，会喘开的，要阿罗耶和华上帝，你要阿罗耶和华上帝。哇，兄弟姊妹，愿主帮助你甲我，愿主将伊的阿罗赞美放伫你我的嘴，咱的心内。虽然伫这个时阵哦，新加坡的病毒啊，真正无限定，咱唔知影什么时阵啊，这个病毒才会解决。但是呢，无论这个病毒伫新加坡啊是完了，无论咱拄到什么痛苦、困难，卖灰心，卖失望，卖离开主，永远袂对主忠心，嘴内袂感谢阿罗主，卖受伤教会太过人，袂记了主的大恩，但是要时刻啊，常常啊来阿罗感谢主。咱唔是只有得这个大笔的经验，咱也要得到保罗、希拉因的经验，咱也要得到这个歹囝头信主了、改变了，伊讲哈利路亚，阿罗主，所以愿主帮助你。咱现在来感谢，来阿罗上帝好无？来感谢，讲哈利路亚，这真要紧的，来祈祷闹。天父，我现在停止讲感谢阿罗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你为我做了奇奇妙的事，你祝福我，你爱我，你的独生子，我的主耶稣已经牺牲伊的性命，伫十字架顶受死、受埋葬，三日搁复活，今日坐伫主上帝你的右边，替我祈祷，紧紧伊要倒转来。伫这个时阵，我徛伫黑暗末世，真多真多代志，予我的心真乱。有时我的家庭也遇到很困难的事，但是天父上帝，你无放下我，你时刻看顾我，甲我同在。当我遇到生命的危机，你也无远远离开我，你伫我的身边，你牵我的手，你予我力量。当我懊恼感谢主的时阵，你的力量就临到我的心，我就会使成做德性有余的人。所以主啊，愿你的恶露永永远远在我的嘴中，我还有开的时候，我要恶露主。所以天父上帝，我求你祝福我，祝福我的教会，
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平安。我也即时为着我的兄弟姊妹的家庭来祈祷，够真侪因的子孙阁无相信你，但是天父上帝，你甲阮应允，信主耶稣，阮甲阮一家的人就要得救。愿父上帝，你使阮可怜阮的家庭，予阮有知识，劝阮的子孙来做礼拜，来相信你，予因也得着救，予因也得着祝福。所以主啊，主啊，你帮助阮。我若未晓阿罗哩，唔捌感谢你，求主你原谅我，赦免我的罪。对今日起，我要真侪拜，真侪拜，逐日要来阿罗主，因为阿罗主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成功就是我要学习阿罗主，听我的祈祷。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